为什么我们聪明智慧的祖先会需要一个自以为是的王呢？这是个好问题，值得我们从头开始梳理一下。因为中国传统的史书上一开篇，这些主角就已经在台上了。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，国王这个位置是上天设计的，人选也是上天指定的，能当国王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子，是天子。最初的王干脆就是神，神话中的王叫做三皇五帝，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初创者。后来的尧舜禹不再是神，变成了凡人中的能人，热心为大家办事儿，德高望重，大家都愿意听他们的指挥。在这些传说中，担任国王是一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苦差事。更让人感动的是，当前一个人干不动了，他并不是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，而是要让给另一个能干的人。这个被万世称颂、充满了美德的行为叫做禅让。尽管这种高尚的例子只有两个，尧禅让给舜，舜禅让给禹，这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的故事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个传说的本身是矛盾的。在人类的情感中，高尚意味着超越个人利益的牺牲。如果当王真的是一个苦差事，那么让给别人就说不上有什么高尚，也没什么可以让人感动。如果后代写历史的人被感动了，起码在他的眼里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牺牲，而不是什么苦难的解脱。在古老的中国，叙述历史的人就很喜欢把王者对利益的占有隐藏起来，让最初的君王看上去不但没有利益，而且还乐于奉献，乐于放弃。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好，在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备受质疑。在《竹书纪年》的一个版本中，舜把尧囚禁在平阳，并且驱逐了尧的儿子，夺得了帝位。舜帝还杀了大禹的父亲，结果是被复仇者大禹流放到了苍梧，到死也没活。很多人都说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后来人编的。那我告诉你，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韩非子在他的《说疑》中说，舜逼尧，禹逼舜，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此四王者，人臣视其君者也，而天下誉之。他说的舜和禹、商汤和周武王这四个人，都是以臣下的身份杀了君王，但是普天下的人都说他们干得漂亮。天下誉之的天下这两个字，说明这种说法在2000年前是非常流行的。当然，我们不会傻到用一个传说去证明或者否定另一个传说。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，如果你非要说当国王是一种道德高尚、自我牺牲的行为，那么你的观点在任何时代都是可以。这世界很酷。